本期讲解一个游戏发行人全新玩法，打打麻将啊，就可以日入500保姆级的教程。这个抖音作为一款热门的短视频平台，是流量还是变现都是非常猛的。抖音推出了，并且抖音推出了这个小游戏功能。抖音小游戏不仅提供了娱乐和消遣的功能，还为广告主提供了全新的推广渠道。靠打麻将真的能赚钱不？啊，大家已经是肯定的。大家认真学习保姆级教程，小白也可以日入500。包括项目的介绍、前期准备、任务的门槛啊，还有引流方式、变现方式、视频制作啊，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包括项目的资料也有提供，还有这个收益图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看，这是打开之后的收益图啊，8000多块钱啊，还是非常猛的，非常猛的。如果需要本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啊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游戏发行人。或者是游戏发行人全新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